你觉得会有生过三个小孩的感觉吗？看不出。跟我一夜情要不要？那《鬼灭之刃》你画有看吗？超好看，好想跟很多 X X 上床。干嘛？不要这样啊！你会打老婆？对。我的天哪，我以为只有我老公会家暴哎。难怪你会结两次婚。搞老婆。他碰你还会有那种什么什么感觉吗？亲一下那些是没有啦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性行为。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求婚？看不见吧？老公，哪一种时刻会让你立刻想要把他扑倒？第一个是他下面给你吃的时候，你想到哪里去？你这脑袋很 dirty 耶！几分钟之内对你这样不早泄，我觉得至少有。小 S 跟孟耿如谁的身材比较好 ？Perfect， 零缺点。我觉得节目内容有没有深度不重要，就主持人一定要漂亮，这才是观众想要追求的。我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吗？新一地闪聊 Catch Play Plus 12月23 OTT 独家上架。